嘟嘟嘟嘟嘟嘟。主要是我希望你带着怀表，弹射我，弹射这个球。多开黑还是有好处的吧。还有翻船加速。跳！就三台的，就看这波手势能不能守住了，守住就好了，守住了，守住个屁！Nice， 给气坏了。那这边是没问题了，他们要派先知过来。先知不会有怀表的，卖掉了，卖掉了，拜拜。
感觉啊。直接往前走，我已经吃过亏了。往左边走，那是个前锋，吃过亏了，那就继续走。哇，只是这个前锋又到这里了，心情复杂。没坦克，怀表。没球了，木鸟打到我还是亏的。没人修吗？三台电机，你修机节奏好慢啊。哦、oh. 皮药还敢翻回来？他是怀表。
二挂的可以抓。我只是先打枪。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！啥意思？不是你能走啊？啥意思？感天动地，兄弟情啊，这是能走、啊。没坦克，怀表。来过来陪一下。演习也是三连，僵尸看见我了，应该他只要不提前下板子就行了。跑马拉松，哪部提前下班呢？香水没了。哎，干嘛呢？这么给面子的吗？我不介意的。请
朋友来了，而且我逼出来了，因为我这边不是近身。小心他会去装我一下。有隐身不要紧，他没什么球的。没球了，下一波换人救。瞧，请忘记修炼机了。他们还不救吗？两个人，不救我走了。打个受伤，然后赶紧回去。显示。电机要补啊！魔术师，我觉得他有怀表，所以让他救。二挂，二挂，前锋一定要二挂了，他赶不到，二挂了。花时间，还个人气，you
应该是有一个人的，应该沿着边缘跑了吧。弹射的跳弹师。多谢。他在修远光机，一二三，他们就修三连。你说大房子这边三连可以守一下。怎么又不欧啊？给我一个欧皇斩的机会，能丢块肉。明显都铺路了，你捡金身骗一下。板子，我要是过去的话是没有用的，反而还会拖节奏，所以我选择守这个人。你干嘛？被人摸起来了，把他挂了。这人死了。然后调香师现在应该在抽宝贝，看看能不能抽出一根针，或者娃娃手机什么的。直接走吧，反正三连电梯在这边。赶一个人类末班车，还好没有约瑟夫。约瑟夫在军工厂那个图太不稳定了。